安尼龙宝老龙今天除了四年调整一道以外，安尼丧葬津贴啊，153,000即马变306,000啊呢？这是不是爱拿苏迪芬和伊高票当选，和安尼农民福利继续保障好唔好？好。加倍呢，保费拢无改变，唔是甲安尼呢？这是受伤公务员，即马拢唔免，即马有农保。你去加入农民职业灾害保险，一个月15,000，受伤啊，去病院住一天，阁有900,000。受伤医生开证明，无法当做工课，即摆是470,000+呢。伫安尼装卡，拢会使过足好诶。一个月交15,000，即摆全台湾的农民啊，大家报告有320,000加入，其中上多。这是伫安尼分林关啦，这就是苏迪芬委员过去替俺争取的，